怎么说？今年周七夕在房顶，哦，二打一，直接集火掉魏无羡，98K 也被放倒了。屋里小智能不能顶得住？一打一，但是星辰也绕过来了。星辰看到周七夕了，UMP 要射，没子弹了。哎呀，被喷子放倒了。今年还是一打一，小智打小小剑，小剑在扶人啊。哎，知道这个消息，先露枪了。出来硬拼腰射，nice！小智三连暴走，一穿三，直接拿下三个淘汰。这老干爹在往。